妆大师陈文辉二子陈志达上月因急性肺炎离世，终年56岁，昨日其家人在红磡世界殡仪馆设灵。亚姐出身的严子飞到场致祭，离开时双眼通红，受访时更不停流泪。他透露上一次见达哥已是多年前的事，离开亚视后已很少碰面。他说经常系 FB 见，与系 TVB 同其他电视台艺人合照，印象中同贺卯合照过，就算有都系十年前离香港选美时影过一张。严子飞表示达哥是暖男，当大家赶开场时，他都会在化妆间煮早餐给大家，并透露有到后堂见达哥最后一面，达哥的仪妆由长子陈家伟主理，非常安详。此外，陈家伟感触简香时很少跟父亲的合照，采访马建华摄影林斌尼。